翅，然后又换的皮带，不是阳光吃点碎肉没关系。还十分钟吧。帮我飞就行了。你今天有唱腔吗？还是只有？没有。我可能后边要唱歌。你想录我唱戏啊？对呀、啊。还说今天有点急，他来了算第一个，然后就化的妆不是非常的完美。本来以为往后我还想尽量化的稍微精美一点啊。今天是第一次啊。对，他要开场了。我唱歌来得及。就我觉得来不及，因为我这个头。哎，美女，哎，你帮我个忙，你帮我拉一下行不行？给我拉一下，拉下来。哎，对对，拉下来就行。现在多长时间？快了吧？啊，马上戴上这些头上的就行了。我换衣服了。过会儿啊，再给我十分钟。胖子呢？啊！我吓死了。这几年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演完走。演完就走。努努力不回家。跟你走行吗？你要要拍，那就专业一点。Very beautiful。就拍你了。摆个动作。这个以后将是会出现在济南的这个。哈，真的假的？哪有不会的？你这不是拍广场上？应该行吧。小乐姐姐啊，我能不能演完了就不唱啊？行，随便，怎么的都行。你唱完中国范儿，你就卸妆，我不卸妆，再往后边呗，往后边吧。啊？毛巾哪有毛巾吗？这谁那个贱货用的毛巾卸妆？我擦的。啊？中国范儿都没穿。阿俊，看不见歌词了是吧？哎，你们都顿时好高了，我操！还要再走一遍吗？
们走了。